鹿晗关晓彤同游日本，分手只是谣言。鹿晗和关晓彤都是人气非常高的明星，一个是当红小生，一个被称为国民闺女，俩人本身就有超高的流量与关注。这俩人公布恋情后话题更是不断，许多网友更是不看好他俩的恋情，一直唱衰他俩，所以他俩分手的新闻不断。关晓彤与鹿晗因戏结缘，俩人在出演《甜蜜暴击》是产生情愫，虽然许多人都觉得这部戏有点差强人意，甚至觉得关晓彤和鹿晗是最没有 CP 感的主角，但是就是这么没有 CP 感的两个人居然走到了一起。不过这种传闻在11月8日被击得粉碎，有网友8日拍到鹿晗与关晓彤一前一后到达机场，一同飞往日本。在网友们还在怀疑消息的准确性的时候，11日有网友再次爆料，在日本某餐厅拍到鹿晗与关晓彤一同用餐，鹿晗一头金发，关晓彤高扎丸子头，